那我先这个快速调查一下好了。之前有听过 Aaron Swartz 这个人，你可以举个手。好，那有人知道说，好比像说，Edward Snowden， 就是有一个叫 Snowden 的人，他现在在莫斯科，然后他从美国这个公安局逃出来，有知道他差不多做的事情，可以举个手。再来一转。好，那有一个人叫做亚桑杰，他创了一个网站叫维基解密。然后把那个美国虐囚啊这些东西全部铺到网络上，大概知道他在做什么事的可以说是几乎全部，可见我已经解密了是吧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叫唐峰，然后我跟刚刚那三个人都是我做的工具他们有拿去用，他们做的工具我拿来用的关系，但是我跟他们没有就是个人的交往，那所以待会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，我尽可能就知道的来补充，那随时就是用刚才这个主持人有提的 slide 的话，问题会出现在这里，或者是说，你用我听得到的声音念出来的话，我会帮你打下来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请。Killed by the government, and MIT betrayed all of its basic